哇，这个周休息了一周，都没拍视频，人反正压力挺大的，妈呀，都快感觉快自己快把自己逼死了。我老公说，哎，你这不行，你这状态不行。然后今天专门没上班，他早上把孩子送去以后，我爸오늘할인보내고할인안올어요할인이진짜잘한다어린이집제일좋아하는아기예요 我送的时候哭得哇哇的，我老公今天送去说，啊，孩子就不哭呀，你咋还说哭呢？妈呀，他每天把我哭的心都快碎了。我爸可要계속보내了。진짜할인이어린이집제일좋아하는아기 그렇게좋아하는모습처음봤어요이번주안에 然后我老公担心我这个状态吧，这是支持不到过年了，说是算了，还是带你吃点好吃的吧。今天我俩吃是去约会一下，今天还要打第二针疫苗呢。第二针疫苗反正大部分就是90%的人打了以后都会发烧呀啥的。现在药店买个止痛片，怕到时候发烧以后吃点这能好一些。挺赞的。我俩今天这就是浪费时间，情侣小鞋子给穿上了，也抱腰吧。哦，这镜子照人以后真瘦，咔嚓。哇，现在完全是冬天了呀，冬天还有点冷，但好像没有国内那么冷啊。现在国内的天气不太好，9月还开始，我们就特别忙。这个月忙完以后，我把一本大哥那手哈林生意准备黑啊。对，好的，我们家是只要跟和林有关系的全都是必须是满满的仪式感，这很久之前就得开始准备了，什么都准备黑啊。对，好的。突然把小和林放下，看别人那带着小孩来吃，还有点想小和林。我把哈一不顾哈林生干哪样。我和我老公喜欢这一家牛排店，主要有一个原因，他们的面包可以一直吃，走的时候还可以带走。我把포장몇개나할수있어요두개야많이한두세개정도는그래포장하고할인게가져가요这个面包就可以连吃再拿，我就喜欢这种餐厅。虽然价格贵一些，但是总有一种占人便宜的感觉。我把三星有给比萨多他这把总卡就还是一所有三郎给不你说。我把猫狗我们拿一组妈妈但是他是你的马是说万一个哈尔滨呢嗯，万西给补印的皮壳儿啊，这个意面还没吃过，尝一下。我把一个，我们从马西给补印的。来吧，朋友。来。啊，这太多了，我们就把面吃完，这还剩一半，这拿回去给小何林尝一尝。我们哈林给猫狗把牙吃牙齿。那个。我让我公公和婆婆接小何林，我今天就没去。我婆婆和公公说赶紧接赶紧接，12点的时候就带回来了。然后我说咋带回来这么早呢，我婆婆跟我说你公公受不了了，一直在家门口在那转来转去的，拿着糖就一直在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要去接小何林呢。我婆婆跟我说了个细节，让我觉得对，真的，我公公对小何林的那种爱啊，真的可能是我们比不上的。我婆婆跟我说是，她说去接小何林这句话刚说完以后，我公公就已经出发了。然后等我婆婆穿上鞋以后，我公公已经消失在那个路段上了。我爸往哈里尼卡去，木瑞说八几秒，阿伯就陪普罗森嘎的安内哟，陪普罗哈里尼们做鬼。你身上无个巴多都哈里尼。可怜。我这把门열라고막하고있는데어머니들안돼경비아빠가안돼가면범죄자취급받는다면서근데갔는데선생님이물어봤대누구찾으러오셨어요누구할아버지세요그러니까윤할인할아버지입니다할인이와我婆婆真的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我公公就是
对任何一个人表现出来这种感情了。哎，这个店啊，就跟咱们国内的那种感觉跟那个海底捞差不多，就是这个店的员工呀、啊、啥的也都是特别特别热情，然后就一直监视着你看你需要啥，然后完了以后还给打包呀，还有送面包呀啥的，还装好拿过来，还挺好的。阿姐们，苗区城内，我爸一咱们那一我妈呢，剃头的时候喊他买欧拉烧那补骨中，啊，可能买了那个都从新刚开始哟，好像阿姨哈拉伯人孙子一路去出啊，还那个啥些人他咋给咋些出啊，还说阿姐们咋给咋些人可对呢，从母胎住过，从中父母你都生刚开哦，屋里咋些可对呢，母胎那个可路给骂你意思哟。그래서순자에게그사랑은주는거예요그뜻은아버지께서오빠한테못했다는뜻이네그래서아니아니아버오빠태어날때아버지계속일하고있어요당연히못하는거더많지我这两天想研究做奶茶呢，来买一个绿茶粉，还想买一个香芋粉，香芋奶茶、抹茶奶茶。응오빠이거통로지금예쁘네저기앉아봐수위여기오빠앉아我奥迪卡，啥人几个吃干？再过几天，这条路就特别漂亮，全都是金黄金黄的。孩子现在在那个托儿所里面已经不哭了。我朋友刚才给我说是今天他去接的时候，然后还专门问了一下园长，说是何林有没有哭，老师给他说是何林今天。一次都没哭，我老公就可讨厌了，我把他洗脑哟。对，何林每天早上上去幼儿园之前，他就说去幼儿园啊，去幼儿园，你不给他说就行了嘛，把孩子整个吓的。然后现在又给我，说是你要打预防针了啊，你是不是很害怕的？你是不是挺害怕的？你要打预防针，一直反反复复的。